这方曲径之中有位善吹笛的将军，名为桓义。听众候于舟上，梅香待于雪中，此情此景怎能不吹奏一曲？看来你我皆是喜好音律之人。前辈可知如何打磨这把曲中剑？寻得音律之妙，方可打磨曲中之剑。奏响笛曲之时，每每感悟此中绝妙，总令我一往而情深。不如与我切磋一曲，以寻音律之妙。多谢前辈指点。你是第二位听懂这曲子的人。可有把握与我一战？